1100万人口，他现在这点病例能占他人口总数的多点啊，很少的一点。但是如果四处冒的话呢，到了这个新的树林子里头再燃烧起来就了不得了。当武汉人出去后，绝大多数都是没病的，可能中间混杂着有病的啊，4到10天的潜伏期，平均7天，带到其他地方去，等于火星冒的别的树林子去了，那这是很危险的。别的地方的人不要到武汉去干嘛？他去他还要回来啊，他要回到原地啊，对不对？等于也有可能把火星带回去。这个措施是保护全国。那这个问题稍微可能如果再早10年提，可能他火星出来的就不多。问题早10年，这个现在提就够超前的了。现在这个题你说哪儿提了吗？世界卫生组织提了吗？外国提了吗？没提吧？现在到了这个平衡点了，我认为提的恰到好处。你要再早了，响应不会那么好，因为这个是对国计民生影响很大的。你一手的话，考虑健康问题，还得考虑这个经济发展、社会安定的问题吧。现在你看响应好吧？武汉政府响应了，现在去武汉的机票一折，什么意思啊？老百姓响应了，说明这个中国老百姓的觉悟是挺高的，防护意识挺高的，我们应该点赞呐。对，我两次去的感觉不一样。就第一次去的时候，那时候给我们的印象的话，它不是很强的，临床大夫也这么认为。这种认识的话呢，反映了当时的客观情况。第二次去的和第一次就去的不一样，就说啊，这个病跟临床大夫再讨论，是吧？那临床大夫就说了，这个病啊重了。其实真实的情况，人认识就是随着客观形势变化而变化的。你变了，我马上认为变化；变了以后，马上提出不同的措施。不，绝不是不重视，因为我们在 SARS 虽然应对过 SARS， 但 SARS 最早期我们没看到它怎么变化的，这个最早期我们看到了，这才是真正的进步。我们通过这里头，我们也学到东西了。